大家好，我是洪家班动作导演、动作演员宋书熙。今天呢，很荣幸给大家讨论一下虎拳。虎拳呢，大家都知道虎爪是吧？虎爪，虎爪呢？体系啊，变化抓，抓到轰，啪，砰。比如说在影视上面，他打过来一拳，你就可以这样，这样抓，抓，砰，走，杀，砰，出，拉过来之后，砰，砰，砰。招式呢是好多。对，挡挡，挡挡挡挡，啪，抓，啪，啪，谢谢大家，给大家简单的讨论一下，虎爪怎么用法。练的不精。还请教各位老师、各位大侠多多指教，感谢感谢，谢谢支持。